来块三文鱼，猪肉太贵了，我现在看什么都像猪肉。老妹，给我加点料。你看，好嘞。哎呦，直接开始喽。太香了。今天老妹告诉我说我吃海葵能用红心，真的吗？上料。不对啊，哇，辣上加辣。大家宝宝能不能给我一点红心？快再上点油，要不然不够味儿。宝宝们看三姐这么拼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再加铁子给三姐一个红心吧。吃海螺，哟，盖儿掉了，看到没？来吃。口速快不快？我说了算。双击给不给？你们说了算。来点有营养的，看看这黑黑豆奶。含墨量超高。哇，这么大的脑袋。双击双击，牙齿盖，左右开工吧。撸个串，撸个串。来两块大肉，蘸上辣油。
必须够辣啊。那老婆就来个面包蟹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肥度啊。爆头不是麻辣味，我吃不下，上辣油。哇，辣椒面，嗯，好大一颗。八爪鱼最精华的部分，这是八爪鱼籽。龙虾熟了。大钳子比我脸还大，哎，我十多斤的大龙虾，它居然是这样的，嗯，张姐给个双击安慰一下我吧。猜猜这个龙虾有几斤？带高了啊！这个头，来个42码的大脚板子，大肉啊，听着声音点个赞啊、哦！接着录，录不完继续打脸。马上开直播，直播间咱开早啊！我爸刚拿来的梭子蟹。还是蛮厚的，白花花的肉。海中的大蜘蛛，来一只帝王蟹啊！不要双击啊，双击扎到小手。哎呦，快来条腿儿，不给力。